2021年10月，安德里茨或业主方博源集团及项目总包方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阿拉善塔姆素天然碱开发利用项目中标通知书。阿拉善塔姆素天然碱开发利用项目位于阿尤奇塔姆素布拉格苏木境内，项目总投资185亿元，规划建设年产780万吨纯碱和年产80万吨小苏打项目。安德里茨供货范围包括23台大型离心机及8套硫化船干燥机系统，项目预计2023年年中开机挑试。博源集团总部坐落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是一家以能源、化工一体化为核心，物流贸易、现代服务业及农产品深加工等多元产业协调互补、联动发展的企业集团，是鄂尔多斯市和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企业。目前集团的主要产品中，小苏打在国内市场份额占有40%，并有50%以上的出口份额，纯碱在国内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跻身国内行业前三，甲醇产销量位居国内同行业前列。到“十四五”末，博源集团将以1000万吨每年的纯碱产能、200万吨每年的小苏打产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纯碱和小苏打制造企业。双碳、双控政策下，本项目依托内蒙古阿拉善丰富的天然碱资源，以现代化绿色碱业基地为建设目标，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助力地方经济腾飞，共同为国家“十四五”规划期间无机碱行业的碳减排做贡献。在过去150多年来，安德里茨分离技术解决方案及服务，有效推动客户提高生产能力，以满足未来变幻不定的需求，助力客户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无惧应对分离技术挑战。